很顺利，很快就能拿回气象珠。赌上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守护这座多拉岛，守护每一个人。飞天龙战甲，我们冲吧！如此亮丽，你根本打不赢我。我知道，但我压根没想过赢，我只是想拿回气象珠而已。极速引擎，动力全开！你想拉着我一起坠落？你这个疯子！飞天龙战甲，燃烧全部的推进能量！队友们，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！大家快跑啊！暴动要来了！小朋友，不用怕，我带你们去找妈妈好吗？嗯，小新哥哥，有你在，我就不会再怕了。啊、小朋友，你想和闪电玩躲猫猫吗？哼，想啊。那你可要抓紧我哦，我们要加速了。好啊。启动飞行形态！哇，我飞起来了，真好玩！要是大型风暴席卷城镇，将会造成巨大的灾难。啊，小金哥哥，我还能见到妈妈吗？小朋友，请相信我们，吼吼龙守卫队会拼尽全力守护大家，守护我们的家园。我们该怎样阻止这场灾难啊，哥哥？彤彤，啊！启动基地的工厂模式，我们要制造一座绝缘体金属避难所，用来挡住风暴和闪电。没问题，我会尽快编程出避难所的生产程序，空投到你指定的地方。队友们，尽快到学校操场集合，我们要建立一个大型避难所。我们就在学校呢，这边的教学楼倒塌了，我们在救援被困的学生。好的，我马上过来。哇，小静，避难所材料部件制作完成，随时可以空投。很好，空投到学校操场。收到，小静，请注意查收你的空中快递。所有人注意，大型暴风即将入侵市中心。红红龙守卫队在多拉小学建立了一个大型避难所，请所有人到避难所集合。大型暴风即将入侵市中心，滚走一步，红红龙守卫队在多拉小学建立了一个大型避难所，请所有人到避难所集合。哇，守卫队，你们真棒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，救援成功。队友们，我刚才在忙一些事情，来晚了一点。我打赌一根奶酪棒，你做的事情肯定没我的厉害。我就是带了点东西过来。我输了。嗯。哇，这个避难所太有科技感了，比我家的房子还要漂亮。队友们，我们要有序地引导居民们进入避难所。收到。谁想和我留在外面吹吹风啊？救命啊！你没看到大家都不愿意和你玩吗？火爆，你来陪我玩吧！爆炸香蕉皮，发射！我赶时间呢，没空。捕捉网，发射！香蕉皮就送回给你了。火爆去哪儿了？哼哼，热情扫堂腿，嘿！别动，举起双手。嘿嘿，如果我不配合呢？那就别怪我。别怪你怎么样？别
别怪我，别怪我不跟你们玩了。猫，等等我呀！喂，什么东西？闪电！闪电，你怎么会伤得那么严重？队友们，我没能拿回气象珠，我低估了毁灭金刚号的实力。等我教训完闪电，就轮到你们了。金刚能量炮发射！我们一起保护闪电。嘿。怎么我还没发力，你们就倒下了？啾啾！火火龙守卫队输了，大家都伤得好重啊！我们的英雄倒下了，没有人能守护我们了。大家没事吧？火火龙守卫队终于被打败了，今晚吃两杯泡面庆祝一下。孩子们，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是时候激活它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爸爸，彤彤，事关紧急，你先听我说。好的。我以前研发了一座多龙能量炮台，我把它藏在基地里，我以为永远都不会用到它，但是今天我希望它能够帮助你们战胜敌人。爸爸，你不是只会做蛋糕吗？别问那么多了，激活密码是你和小静的生日。好，好的，多龙能量炮激活程序启动。我感受到了大家对我们的爱，被我们守护着的人们还没放弃，我们怎么能倒下？是啊，火火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火火龙守卫队出动。奇迹会降临到你们身边。我讨厌你们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就是大家的焦点。毁灭光炮！队友们，在地面战斗不危及到居民的安全，我用最后的飞行能量给机甲充能，让你们可以到空中作战。大家一起飞吧！好的。等下来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多龙能量炮啊！天心爸爸，你当年竟然研发成功了！不要以为来了个什么炮台就能打败我！你的拳头威力也不是很大嘛！可金刚号还有另一个拳头呢！但我们也不只是只有一个人，我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。光弹枪发射！我承认你的确很强，但是我们团结起来就有打败你的希望。还有我呢，我可不会让你动一下哦！快放手，放开金刚号！我讨厌你身上的机油味。好吧，我放手，算你识相。双拳出击！你们竟然敢打伤我的毁灭金刚号！我要让你们尝尝毁灭金刚号最强大的绝招！目标却不锁定，黑暗能量炮发射！小心，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被打破和弦。快
队友们，是时候和侯宝莲做了断了，启动多龙能量炮吧！收到，多龙能量炮发射！东南和平结冰线，大船难冲冲天线。好耶，我们终于拿回气象珠了，还是温暖的阳光适合多拉岛啊。